就变，你就变大刀，你就变大刀，你就变大刀
让，怎么是你呀？你哥哥呢？我，哎，过来，妈妈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我，哎，我，哎呀，说话，我哥哥他，哎，他不见了啊！哎，你哥哥他不见着啊？他哥不见了，他哥真不见了，这他哥不见了。他哥不见着，昨天我还跟他哥说话的呀。对呀，我连说不能冷落了新嫂子，让我先把新嫂子背回家。你娘呢？我娘在招呼客人。哎呀，你爹呢？我爹到处找去了。哎呦，快快，先把新娘背进屋再说吧啊！大老远的爹尿一路尿水都憋死了，是不是嘛？真是。邱叔那结算台怪事，啊，不快找啊！我的天，快找！翘起来，吹起来，背心凉喽！绣难藏，绣难藏啊！Yeah.
身子单，哎呦，想必是苦读老呀寒暑啊，又为殷勤，夜呀也难眠。我们后定要为他洗漂扬，我的亲娘啊，相夫占地，脚不能占地哟、哎！脚不能占地。哎，亲娘子没有入洞房，这个脚是不能占地的。不能占地。要是占了地呀、啊，就算不出啊！对。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你快叫破粮袋呀！哎，快去呀！对对对，破粮袋喽！破粮袋喽！
不能啊，不好，不好，我和他爹都是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就怎么办？他弟，和他弟，送你回，不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可是写我。不，他敢，他敢，不是他敢，是不嫌。不嫌不嫌，我们全家人呐、都不嫌。是啊，全家人呐、都不嫌，早就盼着你过门了。快哄啊，哄啊！阿子，阿子，好阿子，委屈你了。他善良说他得了什么，那个花眼哪就多了。他还会回来吗？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。他是远近闻名的孝子，家里有我和他爹娃，他是一定会回来的。会回来，会回来，这家里还有你呀！求功名啊，想必是求功名吧？求功名，
嫂子磕头。哎。叫大嫂，快叫大嫂啊！大嫂，从来人都叫小妹，忽然把小妹叫大嫂，却原来小叔子一口一拜，从此我就变成了大嫂啊，是大嫂就该有过大嫂呀，且不可不甜不美遭人笑，我的亲娘啊，小妹我擦干泪水面带笑，从今后做一个端庄贤惠持家主事的好大媳妇歇着啊！这个无理不孝的东西，你走就走吧。他还，他把辫子给剪了。嘘，小声点。家车不可外扬，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这要是让外人知道，岂不笑掉大牙呀啊！飞婆婆，
的鞭子啊。哎，那是他的鞭子。是他的鞭子，留给你，留给你。笑我呆，笑我呆。
今天我把奏中的长辈都请到这里来，是因为这个猴僧呐、遇到了难题啊，难题要请教诸位，请大家广开眼喽，为猴僧解忧解忧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啊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是啊，到底什么事？你还不快点说？说。哎，春子一去正十年，无足无迹无新欢，只恐怕只恐怕早已一命散如黄泉。他敢撇下儿媳，死不言，苦盼苦等眼晚穿。将心比心，能想得见，那日自过得贫似火山间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闻鸡起起扫庭除，买个红火把炭烧，问我小叔把围桥，这么辛苦哪里找我？我们徽州宗族淳厚善良，这后辈也少有凉薄之喜啊。今天他清早起来就说梦，夜夜多梦回鹊桥，昨夜鹊桥不梦梦，不中不见不君面，滔滔沉沉爱呀。是死在外头了，岂不是死了也要等我做媳妇做女儿？多好的男童，一声爹娘叫出口，他爹就要嫁媳妇啊。什么啊？什么啊？你说什么啊？你说什么啊？公公嫁儿媳，嗯，荒唐，荒唐，岂有此理？岂有此理呀、啊？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？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呐、啊。只有父母嫁女儿，哪有公公嫁儿媳？就是啊！你想呐、这伢子有多苦啊？都等了十年了啊！十年了。这十年又算什么啊？我不是在外面闯荡了三十多年，这不又回到村子里安居乐业了。五岁拜师几时问，十岁乡里就两名，二十七八秀才中，春风得意多。
是自投情欲伤，此时此关一身轻。到了午时知天明，这才返回故里做山人呐、啊。不要着急，他会回来的，无论是公民求得到求不到，他都会回来的。叶落归根嘛，是现如今呐、啊，这外面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的，告诉阿斯不要着急，要慢慢的等，等，等吧。嘿嘿，你们哪位知道这个“等”字是怎么写的吗？这个“等”字啊，下面是一个寺庙的“寺”字。四者庙也，繁殖物，上面是一个孝字头，也就是说这个等人的人，他的眉宇之间是笑着的。哦，不信你们就再神躲神躲。哦，可这些年媳妇天天一早就去桥头的井边去打水，一去就是老半天，我怕万一哪天他要先不开了。老秀才呀，啊，既是这样，那就嫁吧。对对对，那就嫁吧。哎，这时间缠了姚出丝，就是啊，姚出丝。哎，还是你家老大没有这个福气哟、哦。求什么功名嘛？他走的时候见过新娘子吗？没有。哎呦哎呦，逮着逮着啊，要是见过啊，也许就不走了。对对对，就不走了。物化私欲，人有邪会，这样的媳妇啊，打着灯笼也是找不到啊。哦，这个事还要请教老秀才啊。老秀才，这个事还要请教你呀、啊。是啊是啊是啊，都是同宗同奏，何言亲何言教啊。他家没有梧桐树，怎能留得住金凤凰？嫁就嫁吧，嫁吧。不过要找一个好人家。哎，我倒有一个。哦，这是鸡呀。东家有个李呀么李二娃，领过三十没呀没成家，吃苦来劳不多花。人人见了人人夸，人人见了人人那夸哇。他家太穷太穷
我站过去，他是死了老婆的，我阿姊可是黄花闺女，怎能嫁他做添饭呢？啊！南头有个周小香，面临干过二十日三郎，下辈子不长啊，长也满啦。与他可以解风乱，与他可以解风乱啦、啊！不行不行，小娘子，宁可男大事，不可女大义。这女的大量，真是要吃骨头的。哎，说了半天啊，你还是舍不得啊。娘，爹，哎，妈子，哎，妈子，过来，妈子，你看小儿子不是县城的吗？哎，不行，我家小儿子也比我媳妇小两岁，那岂不委屈了我那个媳妇吗？这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嗯，看见那个女人呐？嗯，可注意？嗯，回去吧。门锁着。那你嫂子呢？可能又去金台了。啊，那。那还不快去找，快去找啊。他要去金台了。
今日我瞧出错，我要问我瞧，我要出错，我要记心不能记心不能。才坏呀小青蛙呀，视线静的太孤单，心想出来看看天，可怜的小青蛙耶，你可知今晚不安秋是做官，岂为你？
小青蛙，你呀，还是乖乖地待在井里吧，啊，哎。嫂嫂，嫂嫂，你要做么事哦？我跳水呀。啊？哦。你干啥来着啊？哎，干啥来着？哎，我想中了。想中了。啊，哎，我看清了我。看清了。哎呀，看清了就好，看清了就好。你过那时啊，就是没有看见我。我哥哥他要是看见你呀、啊，他就不走了。不走？不走怎么求功名啊？哎，还是不看见的好哦。嫂嫂我来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你这身相亲的打扮怎么跳啊？啊？哎。嫂嫂。嗯，你在前面走、啊、你先走吧，我不会的哟。哎，我家的人哪、啊、有家教啊，公婆小叔子都厚道，相处十年无争吵，只是二老子儿难沾愁眉少欢笑，该叫爹娘为双亲，从此后再不提那不会的人哪、啊、就他惹人哪、啊叫人恩心切。他嫂子啊、哦、是索纳大哥啊？哎，有事吗？没有什么事、啊、没有什么事，没事就赶去吃饭吧。哎，不不不，什么日头都正午了，该嘎起吃饭了。哎，电报。电报。哎，电报是什么？我也不晓得耶。哦，在桥头有传另一个人给的，他说这是电报。桥头。哎，穿绿衣服的。哎，不，你看上面还写了许多字。哎、啊、你该去找老秀才。哎，他说是你嘎的。我嘎的。哎，你嘎的。哦，也许是大哥哥的吧。哎，是啊。哦，他嫂子，你先回去，我去给你请秀才去。哎哎，是大哥哥的，是大哥哥的。
孝之子，今为永昌县长。县长，县长，为报父母大恩，即回大洋一奔。强行见信而口上，哎呀，你儿子当县长啊！老秀才，啊，这个永昌县在哪里呀？这个，秀才呀，啊，也有你不知道的地方呐，儿童真是如盼如烫，连孔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，何况老朽我乎？哎，秀才公公啊，这县长管得住保长吗？坐井观天，坐井观天呐、啊！这保长在县长面前小的就好比芝麻，这县长在保长面前大的就好比西瓜。哎呀，老秀才啊，这个县长是不是就是那个纸仙呐？就是。我晓得着，哎，是不是戏台上那个穿红袍子的七品官呐？对着，对着，你看呐、啊，戏台上的七品官，他是多么的威风啊！那个锦堂木一拍，啪，嘟。那个背身的人他就吓趴下了。哎呀，要知我们村的县长回来了，这锦堂木一拍，啪啪啪啪嘟，我们全村的人不都吓趴下了吗？爹，哎，惠子没有把嫂子给嫁出去。哎，哦，快，把你哥哥留下来的纸币嘛也拿来，请老秀才给你哥爷写一封这个，电报。哦，电报，不用，我用的都是上好的宣纸灰砚，走到我那里去。好。官爷起来了，起来！哎呦，我的宝贝，你慢点，这是我祖传下来的宝贝，是徽印中的七品，价值连城呐。好，你抱，我写。好。儿啊，十年不见了，想死我儿了。哎呀，这叫我怎么写呀？我总不能这么写吧？十年不见了，呜，想死我儿了，呜吧。小孩公公，我有话。上写到天的军情，情勇。期盼你十年如一日。
亲们，看了日落日出三千里。伢子，写电报不能那么啰嗦，这说话要响，行文要简。依我看呐、啊，就一个字，一个字，悔。四开公公啊，再加一个字哦，快回。快回不雅，快回不雅。要加就加一个苏字，苏回，苏回好，苏回好，苏回回好。今日总算盼到了头，这个事情不好说，不好说啊！那总不能这样瞒着媳妇吧？啊，有些事情该瞒的还是要瞒呐、啊！哎呀，这一个县太爷娶两个老婆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嘛。你看你看这个女人也很面善嘛。这也是好事啊。哦，你什么力都没有出、这身子都五岁了。哎呀，你个老大变样喽，发福喽。是啊是啊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一家三口啊，也好也好吧。
过去，这好了，这个事情我做主，把照片和信藏好，不要让伢子知道。我给老大写封信，什么都不说啊，就报平安。老秀才，
我管公婆呀，今日里二老已入土为安，我可怎么小道，我熬过了二十春呐、啊，盼人归。我似喜鹊枝头换，从今后我无孝敬，无人盼。
血如泉涌。为什么天热难耐，天热难耐？血悠悠啊，是春又来临，莫不是春又来临，春又来临。我心跳难平，我心跳难平，春啊春啊你莫来临。我熬得过那长夜，熬过这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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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花是人是夜是心，那是我，那是我，不不不。嫂嫂，嫂嫂，娘过世前说，你弟媳要是再生一个男伢子，就把这伢子给你。给我？弟媳他怎么说？他说让这伢子做你的养子，为你养老
宋周。半生岁月尽蹉跎，年高方知世事多，三十五年贪知识，毕生迷瞎话病活，毕生理想挂病活。哎，小朋友，哎，小朋友，今夜何时？
山中无居是桥长，遥共江心口长，四野临近了异乡，如入桃源怎敢谈，黄海沉落浮幻想。想当初年少气盛，寻的是爱国，平遥有谁知，命运难料沉浮荣辱终无常，纵是浊酒居阶下，纵是粉墨在灯上，几几几落心灰暗，何必痴迷住沧桑。不如采菊东篱下，不如不去水阴流山，不如仙我难闯堂。做一个山民心欢亮。少小离家，老大无为忧不欢，如今我哭笑笑自己，飞不高的山丘是了啊，你是我啊，哎呀，是你呀，哎呀，是你，哦不不，县长，永长，县长，惭愧，惭愧啊，哦，嘎来着啊，哦啊，嘎来着。就你一个人，行李也没带，哦，还走啊？不走了啊？哦，不走了，啊，夜落归根呐，啊！哎呀，不走的好，哎，不走的好，不走的好。哦，走，我领你嘎去。不用。
不用啊，我认识回家的路。哦，过了那座石桥，不就到家了吗？啊，对呀。苏拉大哥，哎，麻烦你一件事。哦，好，说吧。请你替我固定轿子。嗨，还固什么轿子啊？你这不就哎，倒嘎着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我的泪人偶感风寒啊，在半路上走不动了。麻烦你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内人。内人。哦。那个人是哪一个啊？哦，那啊就是我咖喱的。咖喱的。怎么教父大哥不在了？还在，还在。哦，都老了。哎，索拉大哥，这啊，好吧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雇轿子啊。哦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不谢，不谢。索拉大哥、啊、这钱啊啊为什么要有辫子啊？辫子好看呐、啊！外面的男人早就剪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先生剪的。先生剪了吗？没有。我想剪。怎么你也想剪？还有哪个想剪？我和他一块儿。不许，先生都没剪。可是先生说外面的男人早就剪了。外边的人啊，外边的天地大得很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我们这里男人不都没剪吗？什么时候啊，等先生剪了你再剪也不迟啊。可是哎呀，你看你看你这辫子多好看呐、啊，乌黑油亮的，剪了多可惜呀。啊，娘这么喜欢儿的辫子，娘就剪下来留住。你怎么说？娘这么喜欢儿的辫子，娘就剪下来留住，省得娘天天为儿低头收辫子，多麻烦呐。傻伢子，娘不嫌麻烦，娘喜欢。你这进修堂一年，娘才能给你梳几次辫子啊？啊，娘。
好了好了，快去盛完腊八猪火了，赶快上路吧，免得天黑之前又赶不到学堂了。能赶到则后山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后山路难走，明火绕远，也别走后山，听话啊，快起来。嗯，起来。哎，快起来。哎哎，娘，伞别忘了带伞。哎，大嫂子啊，是索纳大哥啊？哎，有事吗？有啊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哦，你家兄弟在不在家啊？他叔送他婶回娘家了，要到晚上才回来。有什么事啊？等他回来对他说吧。啊，哎，他嫂子，嗯，还有什么事啊？你，哦，你家县长，我家县长，他。怎么了？他出了什么事了？没有，你快讲啊！讲，他嘎来住，嘎来住，哎，嫂子，你晓得他？早就晓得着。哦，早就晓得着。娘过世后，
在收拾屋子的时候见过一张照片。什么？那时候你就晓得？哦，有十多年了吧。麻子都十五岁了。这哦，哎，大姑，哎，大姑啊，我求你一件事哦。好，说吧，说吧。啊啊，他们都到哪儿了？那女人受了风寒，她在前山等着呢。那他呢？他让我雇了辆轿子去接那女人了。哦，那他也快到了啊。差不多快到桥头了。大姑，大姑，我求你替我去接接他们，都走了三十多年了。不用，他认得了。哎，他小叔不在家，这家里没人，别让人觉得冷冷清清的啊。那你我啊我去不合适啊。这人家知道我是谁呀。你们从小一起玩过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哎呀，我还要替他们收拾屋子，煮点姜汤。哦，你不是说那人受了风寒吗？哎呀，快去，哎呀，快去吧啊！啊，他嫂子啊。真是个好神，好神。多少年相逢怎相随？娘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啊，娘最爱看你这个样子，很像一个读书人。娘，儿不读书了。你儿要陪你。你都听见了？嗯，儿早就知道了。早就知道了。儿第一次到学堂的头天晚上，你一夜没睡，
你从褥子底下拿出一个包，里面有一条辫子，一张照片，还有一封信。娘，儿知道，娘想让儿读书，是想让儿给你念那封信。傻娃子，娘，儿每次回来都偷偷地看那封信，可是儿不懂，现在儿全懂了，我拿来给你念。达子，你料不想知道，不想知道了。娘，儿不读书了，儿要陪你，陪你一辈子。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能，娘能等到，能等到。听话，快去吧啊！哎，听话啊，去吧，去吧。啊，阿子，娘，你走后山吧啊！娘，他是我爹吗？娘，儿知道你是儿亲娘。阿子，阿子，阿子，你要早点回来呀，娘等你。Thank you.
哦，嘎来着，嘎来着好啊，外面太辛苦，回来就不用再辛苦了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夜路归根呐、啊。快回屋里吧，锅里煮有姜汤，喝一点好去去风寒。你啊、哦，哎，鞭子啊，娘说。这是你离家时剪掉的辫子啊，没有辫子也好，也好啊。你是啊，你个伢子呢？怎么没有和你一同回来呀？他们到外面做事去了。哦，又要辛苦一辈子喽。请问你是谁呀？请问你究竟是谁呀？请问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